现在都是被工作给填满了，忙死我了。休假或者是想要再重启一个火花的念头吗？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嗯，因为上次那个演唱会的时候，吴克群不是有去客串一下，就是被拱说什么在一起这样。对啊，好突然哦。他是你的菜吗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不是我的菜我就不方便透露了。所以是把所有心思都投入在工作上面。对啊，嗯，跟歌迷谈恋爱。忘记，啊，是有刻意让自己忙。巡演这种东西很难刻意耶，就是谈好的啊。不能说唱就上。就是谈好，刚好天时地利人和，刚好在这个时候很忙，然后就好好的跟歌迷谈恋爱这样。单身之后工作运大开啊。哈？看起来。是吗？嗯，本来也很好啊。没空哎，我真的不是在关腔，真的没空。有人介绍？也没有哎。那如果有人介绍，你现在是觉得可以，如果有时间可以接受的吗？这你说相亲吗？不是啊，就是认识。我很害怕这个场面，很可怕。朋友没有很对啊，就是很热情，想要介绍一些对象。他们可能都知道我没有那么快吧，所以不会再急于这一时。对呀，啊，知道你没有那么快投入下一个感情，还是认识一个新朋友？认识新朋友当然没有问题啊，就像你也是新朋友。对啊，可是就是如果是你们想问的那一种的话，他们可能应该，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没那么快吧，就是让我顺其自然慢慢来。